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Max，叫一梦或一梦。那还有如果这样出场的话，可以叫我磊梦，名字越来越多。现在是台版八月联盟战的四五阶段一网倒表，哥布林相信大家也不陌生，这个月测起来也确实没有什么意外。这一次的三连刀是第一刀出克总，然后出两刀法刀，只要新的伊利亚跟暗空花这两只你有其中一只就能这样子出。如果两只都没有，或者暗空花没有办法上五星，那就是改出下面的偷懒物理，两刀物理分别出花领跟佐野弼。舒服的地方在于不算。很容易有意外的哇，除非有操作的你自己失误，那就没办法。这边要特别提一下天使解法这一刀，我自己的天使解法是232等满等的，但是232太高了，会有一个地方开不了，后面就歪掉，大概会落在2200万左右。要打这一刀的话呢，建议拿229或226等的天使解法，两个我测起来都是可以过的。这刀还有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地方，就是52秒。的天使解法，52秒，新年四次花会被 auto 开，然后这个时候天使解法同时在开小招，要等小招生效才能开天使解法，但又要在 boss 敲下来之前开。我体感是新四开完，特效结束，我又可以看到所有人的时候开，大概啦，要目视天使解法的动作有点难度，总之就是感觉稍微等了一个瞬间再开这样子，除此之外都是直接抢开哦，没有什么难度。那一网的部分就讲到这边哦，后面一样放了些实战的画面，如果你看不懂这边写的操作是怎样，或是你打起来跟我差很多，也可以看一下实战跟你打的差在哪里。那就一样，祝各位出道顺利啦！今の化身の降臨だよ。頑張り待たせたわ。リライトフェスタ。
れで頭冷やしなさいよ。万華鏡のように回れ回れニューイヤープリズム。思いを届け、行くわよ。ヘブンリーハーツ、やめてよ。頑張りなさい。万華鏡のように回れ回れニューイヤープリズム。私のマスクを邪魔すんだ。これで頭冷やしなさいよ。思いを届け、ヘブンリーハーツ。悪意の天使さん、火の化身の降臨だよ。万華鏡のように回れ回れニューイヤープリズム。これで頭冷やしなさいよ。ブライトブッサ、これで頭冷やしなさいよ。回れのニューイヤープリズム、行くわヘブンリーハーツ。火の化身の降臨だよ。行くわヘブンリーハーツ。回れのニューイヤープリズム、これで頭冷やしなさいよ。ブライトブッサ、火の化身の降臨だよ。倒れます、回れのニューイヤープリズム。これで頭冷やしなさいよ。行くわヘブンリーハーツ。回れのニューイヤープリズム、これで頭冷やしなさいよ。これで頭冷やしなさいよ。火の化身の降臨だ、ブライトブッサ。これで頭冷やしなさいよ。Let's go!